你好，今天2018年6月28号，星期四早上的9点，看清楚了，我们目前获利情形 ，A 组牌中6次，获利12万啊！各位，我们都是用凹的，你们懂不懂啊？凹的要摆钱摆到那边呐、啊，你已经中了12万了，可以继续，要凹也可以的，不凹都随便你了，快结束了这一个月，啊 ，A 组牌中12万。B 组牌三星中1次，中74000，两星中74000，5300中74000多少？啊，5300就3万多块。啊，我们都是用凹的，光是这个两组牌，你这个月已经赚了25万以上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如果乘以0.1是赚25000，乘以1是赚25张。各位，我一再跟会员讲，你要获利就是要熬，赌博要本钱。昨天一个会员呢，哎呀，我不要再传给我了，你为什么胡说八道呢？你不懂就不要在那边讲话。我的会员，老会员那么久，从来不打电话给我的，打电话给我，我就是跟他要收钱的，啊，不收钱不要来打扰我，我帮你赚钱，啊，你的福气啊。我不是说我们很拽，讲话很傲慢，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这样子，你去找别人嘛，你懂方法吗？你懂技巧吗？还是你有经验吗？你有专业吗？我做了30年了，千万记住，我做了30年。7月份会费2000块，3天之内收不到，7月1号、7月2号、7月3号，3天收不到，立刻收源带通通下架，所有的会员不再接电话。没有需要，没有必要，你慢慢刷刷蛋啊！我赚我的钱，风马牛，大家不相干啊！恭喜各位啊，赚了25万。